今天自己炖了个盐焗鸡，用它蒸特别特别好吃，比炖的还要好吃，特别嫩。盐焗鸡宝贝啊，跟窑鸡味道是一样的，嗯，特别嫩，吃吃。特别特别好吃，你看这个腿特别嫩，哇，嗯，看里面好嫩的，一点都不柴。超甜的。这是一个鸡，然后我放上一包里边一个一袋里边一小包啊，就这样，这个鸡胸肉都特别嫩，最好吃。给孩子们留点，巨好吃，你就相信我，你就去拍。然后就这个，它这一包里边，然后里边有几小包，一个鸡，然后放这些就行。我这个是二斤的三黄鸡，放一个这个，放点食用油，放点蚝油，放点这个就行。涂抹均匀，腌制半小时，那个电饭煲里边一焖就行。宝贝儿，不用放水，宝贝儿啊，拜拜。